我在这飞近一点，我飞在这上面，不飞在下面去了，就飞在炎龙谷那条路上。先把路看清楚，我再下去。这次是全部家当，这边还有一只。确认过眼神，你这个必须得清了呀，因为这是个落脚点，到点了已经，就在这里了，就在这里问他们借。我问你借弹，你答应吗？可能点头了，就答应了吧。175，175级可能有弹。不对，不在这儿，在我下面。哎，那里有一个。100级，哪儿去了？不见了。有龙打我，就说明我是拿到弹，很怕了。我已经遇到过，我又没拿你的弹。185，去你妹的，赶紧溜！去这没来这个没辐射的地方，下个线。我都没拿到那个炎龙的弹，那两只炎龙上来就开始打我。你们说气人不？我希望是上线以后，我的100级炎龙弹还在，不在就算了，不在只能等我的二代脊背龙长大，就好办了。滚你妹的，真不在了呀！白拿了呀！我是衣服快坏了，用了一半的耐久，还得过一次红区，算了吧，先回去。旁边好像有一朵红雪花的，在二代吧。我只是想展现一下我自己的技术而已。就这么简单。路过红区可能会遇到死神，小心为妙。吃点肉，得发展一下电器，把房子盖一下，发展一下电器。又是一只炎龙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是熊无缘无故的死了，我还没用它快乐起来呢，白给了。但是相比起那个霸王龙，这个脊背龙的耐力还算好。霸王那个耐力啊，是真的。赶紧，
那两个墓碑，我们的鱼香肉丝，还有胸二，不对，我们胸大好像也是牺牲了，要立碑。立碑的话，墓碑是需要水泥才能做的，墓碑材料还有点贵。水泥和石头，三个墓碑。碑能立在这儿吗？可以。来，首先是我们的胸大，好，只能用英文，胸大，胸大，这是我们的胸二。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，奇怪，为什么你要高一点？鱼香肉丝，好了。哎，发表错了，怎么是欢呼了？三个家伙飞机立在这儿了。哦，还有，还忘了，哎，咱的灯泡犬呢？灯泡犬叫什么？这叫灯泡犬。我们四只生物，多少级的等级的就不拿，只要高等级的。175，我操，175！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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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再来个剑，再来个剑。是你的弹吗，兄弟？没时间看微博，然后脱离这个距离再说。现在一刻不能停，炎龙太多了。先脱离这里，有的溜了溜了溜了，再来个剑。